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， 这是 Home Depot 卖花的一角，种类特别多，蝴蝶兰也很多，不过我仔细看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不过植物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，它们好像没有什么照看，看起来不是很精神。但是种类真的实在是太多了，它占地的面积也很大。你多精神啊，这是朱顶红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珍珠类吧，开花这么多花。这些也很喜庆。大大小小的植物，真的是什么都有。多肉，也很便宜。还有盆景。大型的蝴蝶兰，热带植物 Amaryllis， 有的有两个花苞哦，其实好像都有两个花苞。这个是13块钱，大量的圣诞红。小的圣诞树，多肉组合，蟹爪莲，很多很多，状态不是很好，但是颜色不少，橙色、白色。粉色和红色，价钱呢也非常便宜，5块钱。圣诞节快要到了，大量的花上市，大家有空呢也不妨出去看看。